电子不用带，不可以撑半张机卡，用两次就可以。如果这张机卡，你们不太好用，明明有本命掉啊，还有我今天特别带两张机卡，本来一般机卡一张就够了，三颗机卡。 之前是挑着拍，因为是每一局都拍，尤其王刚、刘刚跟他们打。啊？我在想说，会不会是你？后来看他第一局赢了，我想说，哎，有机会啊！他先打第一局赢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有机会啊！然后后面，然后我后面就躲来两个风箱了。 他们还写那个分析两队的那个特色，我们跟金华的特色，因为他们昨天跟金华打，今天跟我们，所以等于是我们跟中山拼进去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也是会出清的。 看一下，哎，这局怎么打成这样？